一年一度镇安江五年千岁廖敬活动今仔日闹热展开，一套早晨桥都前往五股十四镇廖敬祭后，民众也准备真济炮仔来迎接。记者本单会场有真侪精彩活动，要安排各单位到现场做宣导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来，进门来廉政署检举专线。我从新竹来那么多趟，也好像没有碰过那么热闹，比过年还热闹，感觉很有亲切感。应该差不多四五万左右吧，因为今仔算拜四吼，不是拜六礼拜嘿，那拜六礼拜拢差不多有十万人，哎，咱以算安尼。馆长李将今仔日也来到食饭摊会场。元宵台湾自头到尾吼，有四个重要的民俗活动。在北部有平溪的天灯，在南部呢有盐水的风炮，在东部有台东的田丹爷，在中部就是有咱保中这镇南宫的，也叫家风大，它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的内涵，同时有在地的特色哈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产。地位老建构也到场参与活动，欢迎这些参观，真不简单，有法度啊一年一度吃饭大活动一再延伸。啊！一再安尼甲拓进来，我想啊，予咱所有出外啊拍拼的乡亲，拢会感受到这一天，倒来这所在，倒来家己的厝，倒来家己的土地，大家共同用餐，大家共同吃饭，大家共同吃出平安。今仔日的月牌真相闹热，有来自台湾各地民众共同来体验吃饭大文化，也因为地方信用中心五年千岁，连接了每一个镇头，也透过全民的双手，继续传承吃饭大文化。记者王品采访报道。